历史上的今天，中华职棒发生哪些经典事件呢？2009年6月28号，当时的旅美好手尼福德接过底特律老虎队的通知，从3A升上了大联盟，在牛棚待命出赛。这也是台湾第一位从中华职棒出发，其后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员。其实中职历史上也出现过跨国交易案，像是2003年从中信金输出到福冈大荣鹰的陈文彬，就是台湾史上第一位从中职到日职的打者。2002年的张志佳，2005年的林英杰，2006年的林恩宇和吴思佑，都是中职进军到日职的案例。不过从中职进军到大联盟，今天的主角尼福德就是唯一一位喽。那今天要带您回顾的就是尼福德哦，是从中职上到大联盟的第一人啊。那曹总也有带过尼福德，是不是先请曹总来谈谈你对尼福德的印象？尼福德印象当然蛮深刻的，因为他在中信金的时候，其实刚开始他是替代役的这种培训的选手嘛，那后来替代役到服完了那个替代役的时间，我们就中信就跟他签合约了嘛，啊，因为他也特别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投手，而且又是左投，还蛮有速度的，然后又加上他有滑球有曲球这些变化球路，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投手。那时候尼福德其实算是中信金队少数几位说可能一先发的时候比较有胜算的投手，没有错。因为有一些金迷朋友回忆起来那一段日子，中信金队尼福德算是本土投手当中还战力不错的了。那后来也升上了大联盟，那是不是也请曹总谈一下，说你当时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觉得以他的这个状况，当然是相当不错，而且他也算是年轻嘛，然后他的投球的这个机制其实是侧投嘛，应该也算蛮特别的，而且球速还可以投到快接近150，有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50，所以非常特别的一个左投啊。那如果在大联盟，他如果在这个球队里面，他的投手的这种完整性，他需要这种投手，他当然机会就来了。对，因为当时尼福德升上大联盟的时候，台湾球迷很兴奋，是说哇，终于有一个是这个从中华职棒联盟输出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投手了。那时候觉得说，好像中职的水准是不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认证？但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比赛，可能是国际赛当中表现得很好，所以才让美国职棒球团注意到他？真的提到这一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2008年奥运，其实北京奥运的时候，他跟陈伟英是两支左投里面的最主力的投手了。那如果我的记忆是没错的话，那一年他是有跟加拿大比赛，他是主力，他是先发投手。那你知道加拿大大概那一年是三A等级的这个组成啊，就是小联盟3A组成的，然后去代表加拿大国家出来那个比赛的。那一场叫尼福德其实投得非常好，他们这些三A打击者对尼福德这种曲球啊滑球根本毫无这个应对能力，对，没有办法应对他这些球路，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有关联啊，会有关系。那既然他三A的这种等级的选手，他都有压制能力，表示说他最起码是3A等级的选手了。那如果刚好那个球团里面3A等级的这个投手在上到大联盟，其实一小步而已啊，在控球方面如果精准一点，大概就是大联盟跟小联盟的3A的这种界限哈。那我觉得他机会是蛮大的，是因为他不是变化球好，他直球也蛮怪异的，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国际赛，在奥运当中表现得很好，所以获得了美国球探这边的注意啦。对，我觉得，因为尼福德是第一个从中华职棒输出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投手，但是在那之前，其实刚刚牛奶也有讲到了，有几位是曾经从中华职棒外销到日本职棒去的，像是当年的全垒打王陈文彬嘛，他跟大荣鹰队换了一个捕手叫四川龙，没错，对啊，好，然后还有后来有输出像林英杰、像吴思佑哈，都是在中华职棒，其实包括像林恩宇也是啊，对，林恩宇也是中华职棒不错的投手输出到日本去，然后今年则是王柏荣。其实如果这些选手
譬如说像尼福德去到大联盟之后，其实他其实在牛棚也表现得不错。没错。那今年的王柏荣目前也是火腿队很主要的球员。嗯、如果说这样的球员，从中华职棒联盟输出到其他国外职棒联盟的球员，如果有好表现的时候，其实也许未来有更多的选手，年轻一辈的选手，可能他在思考他的未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好，那我也许在中华职棒联盟打个两三年之后，外国球队也会来找我，其实这也是一条路嘛。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啊。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在我们这边像王柏荣像尼福德这种都算是蛮顶尖的选手了，在中华职棒里面，那他如果以这样子的技术到日本去挑战的话，也可以有一席之地，或者是也可以在先发里面 有一个位置。那我觉得我们的顶尖的选手跟日本日职的这些或者是美职的这个三 A 到大联盟这个之间的这个技术其实是蛮接近的，只要你肯努力在中华职棒联盟这边有比较顶尖的这种表现，那你去挑战那边应该是蛮有机会的，所以这也是一条路了，我觉得可以是考量的。不，这个就是牵扯到各队的培养的能力了，没错，你需要把球员选来之后，你要好好的培养，然后让外国球队愿意花钱来跟你谈这个球员的交易嘛。对，尤其这一次王柏荣这种状况，我相信各球团都会去思考这种方式啊，因为你把他培育好养好，然后当然你可以输出，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生意上的一个事业嘛，这可以谈的商业的行为了嘛，那这我觉得是现在球团应该会好好的考量的，应该要去思考的，对，没有错，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大王出了去，前进的来，拉米狗发大财，好不好？希望这个中华职棒可以培育出更多的好手，让比赛也更精彩、更好看。好，这就是历史上的今天。